我叫阿三，是湖北武汉人。我觉得热干面它是一个，非常实景，也蛮像武汉这个城市里外面。整个城市里面人，他可能是五湖四海都有来的，所以热干面它也保留这种精神。然后武汉人也蛮喜欢创新，我们有段时间蛮流行起了个红油热干面。今年我回去了，他们就是蛮流行起了这种，就是把螃蟹放到里头，又可以把面提出一种新的味道。热干面是我们过早的首选小吃，百吃不厌。首先制作料水，在锅中倒入水，放香叶、八角、小茴香、香果、草果、肉蔻、陈皮、桂皮、良姜、花椒等香料。等水煮开后，加入盐、白糖、鸡粉、醋和老抽，均匀搅拌，滤去香料，放置在一边自然冷却，料水就做好了。接下来煮面，热干面使用的是碱水面，煮出来的面条根根劲道。待水开时，把面条抖散，放入沸水中煮约三分钟，捞出过一下冷水，沥干，盛入面碗中，淋上一点香油，防止面条打结。最后加入配料，先在面上面撒一点胡椒粉，淋一两勺面汤，再浇上放凉的料水，依个人口味加入芝麻酱、酸豆角、榨菜、萝卜、花生碎，撒一点点香菜、葱花，最后放少许红油，趁热充分搅拌，就可以开始吃了。爽口的面条配上淡淡的芝麻香，一种踏实的幸福感涌上心头。热干面呢，它就是要先做先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定位它放不长，它一放就会变冷。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，同学他说：“哎，帮我带碗，没得哪个会跟你说，哎，帮我带碗热干面。”然后有时候你说想买一些么子带到上海了，带到北京去，他也不可能。